大家好，刚刚逛完蓝展回来，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逛过蓝展了，今天真的是很过瘾。这次蓝展呢是在中央海岸附近，虽然路途比较遥远，从悉尼开过去呢要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，但是呢，好花真的是非常多，而且价格我觉得还算比较便宜，跟去年相比呢稍微便宜了一点点。来的蓝商呢，都是一些大蓝园，带回来花儿都很多的。最喜欢的商家呢，还是 Alice Orchids 这家。他家品种多，而且价格也比较公道了。那很多花友都在 Alice 这家淘到了好东西。当然，我这次买了8棵花，那大部分也都是他家的。那下个视频呢，给大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花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是大概拍了一下都有哪些花在售卖。很多兜兰呢、石斛兰、卡特兰、蝴蝶兰、文心兰、大花卉兰，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花，卖的都很多的。当然，你还如果会挑的话，可以挑到一些很好的一些品种，像一些美洲兜兰啊、亚洲兜兰，还有天鹅兰、捧心兰等等。凡是你想要找的兰花，基本上在大的兰展都能够找得到。所以大家想要桃花的话，大兰展最好不要缺席。那我已经缺席了2个大蓝展了，这次真的是逛得很过瘾，而且买了个够。那明天呢是最后一天，我会把地址放在视频的下方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，也许明天还有打折的机会呢。当然，它还有一个花展，那花展呢我会放在另外一个视频里，供大家欣赏。好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